呢，我也买了个这个戒指呢，1000块钱的，就翡翠店，1000块钱、啊，1000，哦，不是好，一分钱分货，哦，蛮好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六六？B292。292，对吧？那个，现在没一个人傻子的呀。对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我就一个人出来，我一个人出来反而开心了。我只找到你也好，因为你勤劳呀，我看得出来。哦、对对，你也不靠人家，就是靠自己来的。对的对的对的。要么就父母资助你。对的，从小到大没让父母操过心，也没靠过谁。你以后父母不给你，以后老了就是给你的呀。这个你想穿的一点、现在不给你，不等于以后不给你。哦不，我不需要，就是从小到大都不需要谁。全是你自己养自己啊。对的。那小姑娘，我给你留个电话。我说来不及，我到时候好的，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。给我介绍个对象呀。想要吗？我这介绍的这个，我觉得好像还那什么，介绍的不知根不知底的。我就不介绍了。哦，好啊。现在你们没思路，你到时候，你洗快点，你动作快些。我那个会扫码吗？我把我不扫，你电话号码写下就好了。你接通一下就是我的电话，你明白吗？就不要写了嘛。上海一般早上海人一般都得两套房子，他像我们一般都得两套三套的。嗯，真是上海人嘛，说起条件好一点。你也不找一个伴，不找一个女伴，什么伴？女伴的话，有的女生吧，她性格不像我有点男孩子性格，我比较就是挺心胸挺开阔。有的女生就是这也不行，哎呦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你说对对对，我自己玩多好呀。有些他们的心也小，有些东西。对的，我就受不了。有些的时候，也比较小气，好像。小气我倒不在乎哈，就是有的他这性格吧，他就是心胸狭小，我受不了。对对对对，哎呦受不了！他们导游带你们都去哪里玩啊？全部往过来，往过，哎呦，累死了！就一整天上里边跑，七空八空，然后上去还得花钱，什么什么样的，对吧？都不要了，都不要了，我们全部都包的了。那你们都去什么地方了呀？好玩吗？老好玩，好玩呀！嗯，最好玩。都哪些地方还能记得吗？我也去的时候。你去啊，千年苗寨。啊，千年苗寨。嗯。你要去就到那个去，到这个七空八空，七空。七孔啊，大小七孔去玩哦啊，在这里玩，你带个相机去玩，拍拍自然风景什么吗？嗯，对的对的啊，嗯，我知道千年苗寨离这儿应该挺远的，我估计。你不要到千里苗寨，你去到那个先到那个七孔去啊，七孔黄果树啊啊，好黄果树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也走六十六路啊？我走六十六路啊，跟我一样的，一样的呀。我也去，这我们做顺路。好嘞。放点半要挡到这里，他们在救我们啊！在口罩，口罩给我马上，我带来了啊！我刚刚想拿钱把，我这口罩呢？